哎，齐小姐，这么巧？对啊，好巧。你来买东西吗？对。你一个人？我表妹正好要结婚了，想着送她一个结婚礼物。没买到吗？还没。平时我很少逛商场，所以还没挑出来。我来帮你挑，这个商场我特别熟，你把要求告诉我就好。 好，那谢谢了。我来帮你提吧。啊。嗯。那麻烦了。怎么了？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拿个东西啊？拿什么？哎，我的手。你拿。 要不就这个吧，铃兰香，铃兰的花语是幸福归来，多好的寓意啊！可以啊，那就这个吧。嗯。你好。啊，这是我们新年的情侣专项活动，购物满399就可以抽取这款情侣马克杯，帅哥美女要参与一下吗？好呀。 好可爱，我想要。真。你好，我们应该刚好够，我抽一次，在这边抽。美女，你男朋友好宠你啊！啊。给你，我们一人一个。 你要是喜欢就都留吧，当做今天感谢你帮我挑选礼物了。原来是为了感谢我帮你买东西，那，你请我吃饭吧。啊，一会儿我得赶去高铁站，今天时间真的来不及。哦，那好吧，那等你回来再说吧。走吧。嗯。 这顿饭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了？